家期待的是蓝白，你们说你们有改革的决心，你们有要来执政的意志的话，赶快告诉大家，给你执政，选你出来，你到底要做？我们昨天看到的是，蓝白的那个声明稿啊，我怀疑是叫 Chat GPT 写的，而且是抄到蔡英文的讲稿，要与中国对等尊严，要来和平的协商啊，这不是蔡英文讲的吗？这些国政的目标，能源的转型，财政的纪律，公正转型，这些不是也是蔡英文提的吗？对啊，你是把蔡英文的元旦跟双十讲稿柔和一下，变成你的共同声明，偷抄哎，那你们干脆联合宣布说你支持蔡英文的国政路线，支持赖清德不就好、支持蔡英文票投赖清德。